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巴哈马的埃克苏马岛群位于首都拿骚东南35英里处，被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大埃克苏马、小埃克苏马和埃克苏马礁。大埃克苏马和小埃克苏马以其宜人的环境而闻名，而埃克苏马礁则吸引了追求终极私人领地的超高净值人士和名人。本期将分享位于该地区的两座私人岛屿 Roberts Cay 和 Nancy Skinner's Cay。Roberts Cay 坐落在埃克苏马礁链的北部，距离拿骚东南约28英里，离 Ship Channel Cay 以南仅半英里，靠近 Norman's Cay 和 Hyburn Cay。 这片田园诗般的岛屿占地12英亩，海拔约32英尺。岛上绿意盎然，拥有两个原始的白色沙滩和一个受庇护的港口。它被清澈碧绿的海水所环绕，是在海港一侧进行浮潜和在珊瑚礁东侧深海捕鱼的理想地点。Roberts Cay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售价为1000万美金。这座岛屿不仅是度假的理想之地，更是投资者和寻求独特生活体验的人士的极佳选择。Nancy Skinner's Cay 位于埃克苏马大陆的黄金位置，距离大埃克苏马的主要城镇乔治城西南仅 7.5 英里。其占地38英亩，经过开发但仍保留可耕地。北部是一个不规则的海岸线，高度在2到15英尺之间，与清澈的浅水相邻，其中包含深水通道。南部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斜坡，通往泥沼和红树林。岛上还有一个小而引人注目的洞口，供冒险者探险，其高出高水位线12英尺。在峡谷东北端的悬崖上可以找到淡水源，而峡谷的西部和南部则有一条深入的河道。Nancy Skinner's Cay 同样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售价为250万美金。这座岛屿的地理位置既确保了交通的便利，又保障了居民的隐私，是追求奢华生活和自然探险的理想选择。无论是追求度假胜地还是长期投资，这两座岛屿都为富有远见的投资者和寻求独特体验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您对以上两座位于埃克苏马的私人岛屿感兴趣，欢迎私信咨询，我们将为您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和专业的服务。下期见。